他们通通是舞蹈老师，老早就看他们对面的不爽啦，出来走啦！哎呦喂！在座的各位，有哪一个有没有排过你？你们有拿过冠军？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陈汉典老师给我们讲的很香。什么啦？想真的很香。我是大热门御用舞蹈老师，这一集是为了我办，其他是充人水。今天发给他们通告是说，我们要甄选新的舞蹈老师。